Xin chào các bạn, mình có bán móc khóa đấu la đại lục, móc khóa pha lê 7 màu hoạt hình Trung Quốc và mô hình vũ khí trong hoạt hình Trung Quốc cực kỳ đẹp. Mọi người có nhu cầu đặt mua thì liên hệ Zalo 0981414494 Hữu Hà hoặc fanpage TQ Channel để đặt mua nhé. Thủy huấn 在斗气大陆上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而三年前，纳兰嫣然借云岚宗之势前往萧家强势退婚，使得萧家沦为加玛帝国最大的笑柄。萧炎为夺回尊严，愤然与纳兰嫣然定下三年之约，在三年的苦心修炼中，萧炎有得有失，内心逐渐成长。也对三年之约有了新的认知。今天，萧炎如约踏上云岚宗，这段往事即将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吓死人了！切，就他还想娶纳兰时节，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挺有勇气的，大话谁不会说？匹夫之勇罢了。那便是萧家那小家伙，不是说是个不能存储斗气的废物吗？看他那副气度，可不像是强装出来的。不知为何，这小家伙给我一种挺熟悉的感觉。嗯，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哼，纳兰老家伙，那就是差点成为了纳兰家族女婿的萧家小子，似乎并不像传言中的废物。这般气度与心性，在我所见过的年轻人中可没有几个呀。年轻人，凡事留一线，不过既然你这般要求，那就随你，生死各安天命。今日三年之约已至，你们以前的恩怨将会彻底结清，希望以后一切纠葛可以这么玄阶终极的斗技修炼出五道界性的地步。哎，我修炼了近两年，也不过才四道啊。这刚开始便是使用这种等级的斗技，恐怕是要速战速决啊。那萧家的小子可要倒霉喽。既然这样，那便硬接。这么多。
敌。纳兰师姐，纳兰师姐。哼，若真认为他这么容易就败了，那也太小看云岚宗的栽培了吧。这小家伙不错呀，不过刚才的攻击看似凶猛，却并没有给纳兰嫣然造成多大的伤害。不错，云岚宗的飞血身法，看来这三年云韵对他的培养很是尽力呀。他体内的能量正在急速增加着，而且隐隐有着突破斗师界限的趋势。云岚宗的秘术果然不凡呐。萧炎的小家伙也不是敢省油的灯啊。而且他手中那把大黑尺似乎也有些诡异。看他双脚落地时造成的气流，那尺子应该很有分量。刚刚尺子离手时，他不仅速度甚至连斗气都瞬间变强了许多。我真的挺好奇的，这小家伙到底是凭借什么能在三年内脱掉废物的名头，还这么快就追上云岚宗重点培养的纳兰嫣然的。那个萧家废物少爷，终于要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哇，纳兰师姐已经进入大斗师了，厉害啊！三年之运应该已经开始了吧？好强的威压！这是何物？怎么会出现在宗门里？大师，好久不见。啊，各位朋友不必多礼。没想到家老法老两位也在，不过今日宗主不在，招呼不周，见谅见谅。丹王不必客气。丹王不必客气。啊，这位是海波东，冰皇海波东。当年古河尚还在历练之时，便是久仰海老大名。今日一见，威风不减当年呐。那便是萧炎。是啊，只不过却并非废物。二星大斗师，这就是你的实力，来吧。居然凝聚出了斗气铠甲，哼，这下好玩了。大
长老，这……那小子的实力是有些出乎意料，不过与嫣然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安静看着吧。不得不说，你现在的实力确实有资格让我证实，但也就仅此而已。想要的一切，只是你无法理解罢了。或许吧。因为你不了解我的理想，也不知道为了今天我都放弃了什么。我自己有权利选择我的人生，想做我的男人，你还没有资格。嫣然他日能否统领云岚宗，就看这一战了。当年的是是非非，我并不想多说。今日的我，代表着云岚宗，背负着宗门的声明，我绝不会留手。我会证明，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所以，带上你对我的仇恨，放马过来吧。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你已经没有那所谓的仇恨了。虚伪，萧炎，这场约定你是赢不了我的。比试要结束了，把嫣然逼到这一步，这个萧家小子真的很强啊。这丫头竟然被逼到这一步了，终于使用底牌了吗？萧炎，定胜负吧。
将异火与别的火焰互相融合。这个家伙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炎萧，萧炎，萧炎，炎萧。去吧，佛怒火莲。